各位朋友大家好，欢迎大家收看戴维画收藏这个节目。在今天的这个视频当中呢，咱们继续的来学习瓷器鉴定。那么今天跟大家分享一件北宋汝窑的天青釉的盏托。这件这个北宋的汝窑的天青釉的盏托呢，它的这个高度呢是 5.8 厘米，最大的这个直径啊，是 16.5 厘米。那么大家要注意看它的器型啊，它的这个当时的这个制作的工艺的这个器型，以及啊它的胎釉的情况啊，以及它的这个所谓开片的情况，我把这个更详细的这个情况呢，都让大家非常近距离的去展示给大家，让大家能够去了解它啊，并呢把它的这个胎骨的情况啊，非常详细的资料也都展现给大家，让大家呢从中可以学习到更多的关于汝窑的这些知识。
那今天这个视频呢，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，再一次感谢大家收看《戴维话收藏》这个节目，欢迎大家点击下方的关注以及订阅我们的频道，并开启小铃铛，这样呢，您可以看到我们以往不同视频的内容，以及未来我们持续不断更新的视频的内容。也欢迎各位朋友呢，那个帮我一起冲击这个五千这个订阅量啊，五千的这个订阅量。再次谢谢大家，我们下一个节目再见。